请模拟下图片上的动物的叫声。哦，那这个好模仿，我看过很多版本的。我也看过很多版本的。来，先生来。哦，我回答吗？对呀，你不然你来干嘛的？你来举麦的吗？我正在等文文回答呢。来吧，好，请开始模仿。是我看的那个版本吗？我俩应该看一个版本。那我们就先回答那个答案。好，好，三二一。啊啊啊！是那个吗？太像了，太像了！啊啊啊啊！回答是否正确？哦哟，不对，不是，不是，不对，不对，对吧？不对，所有人都被误导了。等一下啊！土拨鼠那肯定就跟老鼠是差不多的呀，是不是？这对了吧？不是，这边开始，我们这边没开始。不是，这不打。老秦怎么连错误答案都要说？弟弟，细的、短的、叫的，细的、短的、叫的，不是鸡，没有鸡，不是，不是只，没有只，不是鸡，不是，不是只。就这样，你来，你来，就我提醒一下郝六川，你们这种下面提醒太明显了，你是拿着麦说的呀，朋友，我们也听得到哦。好，回答是否正确？应该，哦，小马有机会，对的呀。哦，这个他是这么叫的，不对呀，你往死了碰我，对呀。好，祝贺我们的好六团拿下比分，耶！哇哦！好。